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卡特里哥。我师兄的车脏了，刚好我到我老表这边，我帮他洗一下，可以省20块钱。等一下找他报，去给他洗下车。这是我老表的汽油厂，奥时性的宝马，好脏哦！我来给他洗一洗，看看里面啊。开门，好脏！我给他洗一洗，找他报20块钱去。最后一道工序，把里面用吸尘器吸一下。看着刷车挺容易的，其实很难。哎呦，热死了！外面基本上刷好了，里面再用那个吸尘器吸一下就 OK 了，省了20块钱。好了，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。如果喜欢吕哥，请帮吕哥转发、评论、加关注，谢谢。好，太累了。